你让开啊，这我怎么破？我在前面一点的，松手松手！哎呦，你是谁啊？我叫你让开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让了，过两步怎么个让你？木头也没有动。你是谁啊？老爸，哎呦，美女啊！哎呦，这屁股！哎，对不起，美女。别碰我，老爸。 那有没有哪里痛啊？加个微信怎么样？怎么？来，不好意思，美女，走开！哎呀，这好漂亮啊！哎呀，你还要亲我？啊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亲我可以，亲我个女孩，你想死啊？老爸，不要跟他气了，他这个人都……你都打回来了。 我认错了，还有哪？你女儿好漂亮，漂亮没有你事，漂亮没有你事。哎呀，你想坑我女儿，你做个屌样。走，我很有钱的，你有钱，你不出我钱。我爸不要跟他生气，要三万是你。不好意思。滚，你滚开。 你睡啰嗦两句，我就掉到田里面。这种人就是没素质。难道不要跟他，我们让他滚过去先。这种人。 说的话掉到田里面，你像不像？不好意思，看见了吗？太漂亮了。你没素质要好色，哎呦，你谁家的孩子这样子？锤炸他，锤倒霉。这是我家的。什么吧？嗯。拿掉。你去那么旁边，我去捡吧。哎呀，我去捡。 68哈，哎，就是这里了。亲爱的，三妹，我来了，终于来了。 哎呀，先进来吧。好不容易找到你家，不好找是吧？啊，对。来来来来来，请进来。哎呀，坐一下吧。好，行，苹果先放这里啊。嗯。来了来了，还拿什么苹果？哎，第一次来肯定要拿点礼物的嘛。哎呀，好久没看到你，又长漂亮了不？说这种话。<笑> 哎呀，好久没看电影、看通宵了。看电影啊？嗯。今天呢？今天的零花钱我老爸给的。零花钱？啊哈，咱又出去。给你买衣服啊。买口红啊，看电影啊。化妆品啊。是啊。你看我最近的化妆品都不好，涂了脸都卡粉了。啊，再要买那种几千块的。 一套的，对。老爸，刚刚没事吧？哎，那事过去了，不提了。哎，事过去。好像刚刚那个坏仔的。应该像。那干嘛来我家？难道来我家？不知道。进去，我去看看，是不是打麻将走了？是啊，把他赶出来。 你一个人在家，你老爸呢？我老爸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嗯，等一会就。那我们出去也给他，他喜欢什么？喜欢喝茶，喜欢喝酒，我买点礼品回来给他。酒也喝，茶也喝。哦，但两样我都买。是啊。毕竟是老丈人嘛，是不是？走，现在去吧。哎，不用买了。老妹，你怎么又？怎么是你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拿什么朋友？他这个人很坏的。你女儿啊？你们认识啊？刚在路上，刚才打一顿，看到我还想怕我。没有的事。咋回事？刚刚你打我了，刚刚你打过了，公平公平了。来，刚才我在前面，你姐在后面，要慢一点，她还打我。打你啊？打我啊？还想怕我？还是我很漂亮，想怕我？哎呀，看你姐了，好像看那个。不讲那么多，这个三角眼，这个女人她都想怕，我觉得平时在我面前呢是挺好的呀，怎么没想到你还有在面啊？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刚你也打过我了，就算了吧，都是一家人，讲谁跟你一家人呢？你不是刚打过，打我现在没有欠那个气，走，走，这叫什么？不要打，我眼睛，我眼睛。真的是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哎，老爸，你坐一下。哎呦，比较消气。消，消不了。消啊！我，你马上跟他断绝关系联系啊！我几岁？我都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哦。他看到我好像没见过女人一样，这样子啊？那你以为啊？哎呦，还我几岁啊？拿手机出来，把他微信删了。拉黑。我没欺负过人。人没欺负我，拉黑他。第一次，一样叫个坏蛋欺负我，你气不气？嗯，删了。嗯。这种人，你同他交朋友，不吃亏。不行。你认为这种人能炸的话，你同你姐说，老爸不理了。你要这种人，你要炸的话，反正以后我是不认的。哎呦，我听你们的，我听你们的就是了。交朋友，要交一点有素质、有教养的那种人。你看见有钱，我进来都听见了，要买什么？啊，那种人靠老爸可以两块钱，老爸断了他的财路的话，他见到个狗，你饭都没得吃。你跟这种人，我还好，就是交往的时间不长，所以没看清人。什么认识的这种人？那以后还是叫那个老牛帮介绍一个靠谱一点，他做媒不是有口碑吗？嗯，那也行吧。你要多了解，嗯，他的亲戚朋友，多了解一下，多留心眼，知道了吧？气死我！以后你不能叫这种啊，没有事做的话，以后你的眼泪没路装，拿那个桶装不了眼泪。那你跟他说吧，我去煮饭了，啊、做了那么久，我饿了。你饿你饿，我不饿，我吃饱了。你们煮饭吧，我去散散心了啊。嗯。啊，你们煮了。那我去做饭。我丢，打得这么狠的，他老爸怎么这么凶？怎么会是他老爸？我靠！哎呀，算了，女人大把的事，这个不爱，下个更爱，真的是的。良辰吉时了，知道吗？怎么找到我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新娘公，哎，不要激动，激动，激动。哎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就在前面几百米。哦，几百米啊？我要煮饭。我、哦、煮饭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提着煮饭了。哦。我问你啊，这么老就不要出来了吗？是啊。哎呀，都挡到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耽误我的良辰吉时，你负担得起吗？真的是。马上找，马上找。哎呦。我们只有去迎亲呢、啊、你要谅解一下啊。哦，那我马上走。走得太慢了。马上走。我帮你拉好不好啊、哎、我帮你拉啊。老人家。他这个速度拉到什么时候你帮他拉。我帮你拉啊，我帮他拉。啊你在前面带路啊。啊、哦、好。带路快一点嘛。哎呀，前面还几百米。这没注意，没注意到啊。哎、我的宅。啊、滚开滚开，我们急赶时间。煮饭给我子女吃。哎呀。哎呀。你走开呀、啊，滚开、啊！我不走，你拉台上来。我们急也有急事啊。我也急。你再不听，人要把你放丢到那边去。抬，抬抬抬什么抬？拉上来。把你丢到那边去。来过来。哎呀，哎呦啊！过来过来啊！不准过来了。哎呀，太过来了，要打你的。我的抬呀！耽误我急事。哎呀。哎呀，这人怎么那么……
好长啊，有报应啊，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，太狂了，他两个年轻人啊。他们刚才打电话了，那么长时间怎么那么久还没到啊？是啊，应该也快了，时间都快过了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这么慢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怎么打了电话到了，通好了那么久还没到这里啊？哎呀，刚好遇到一点小麻烦，刚好遇到一个老奶奶，哎呀，受伤了我送了他一趟，哎，那是我才过来的，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是啊，我这办误过耽误了时间。我没事没事，只要手续也要办通。哎，手续这个，就是那个彩礼啊，礼金彩礼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我一个，给一个红包啊！啊，大家顺顺利利啊！拿个红包，多谢老丈人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以后你要对香妹好一点哦。啊，我一直说对她很好的。这下子老爸就放心了。我不对她好，她怎么会跟我？行了行了行，是啊。走吧，吉时也快到了，那我回去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哎，姐妹，哎呀，三伯，你怎么现在才到啊？你这个老太婆又来了嘞，怎么叫？就是叫他挡我们有道路啊，对，挡我们道路，他怎么会挡你们道路啊？他刚才那么慢走路啊，不然的话早就到这里了。怎么是他那个新娘工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去拉柴，本来。拉回来煮饭给你吃了。哎呀，这个三宝，三宝，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了啊，误会一下啊，误会一下。他在那里把我柴推到水沟里面，刹车慢一点，我不让给他过。作业的事情啊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他说我走得慢，我腿脚本来就不方便的。老大人，其实快到了，然后就急了一点。你急也不能这样啊，你知道这三宝是什么人吗？是香妹从小到大养大的。没有，不是我，是这个伴郎。前十几年我不在家，我是三位都是大爷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。我不好意思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啊？啊，伴郎冲动了一点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是啊，是我太冲动了。伴郎，两个把我抬到水沟那边去。两个都是这样，三位你怎么看人的？他老了，懵懂了。他好凶，不可能，好嚣张啊！我们清楚，三婆了。我从小就是三婆，一把屎一把尿把我。是啊，那我老爸就去外面打工挣钱。我也没见过他，你没见过也不能这样子啊！不能这样对老人，一点素质都没有了啊！你嫁给他，到时候说不定他会打你啊。三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香妹，你真的是你这交这种男朋友，怎么年轻人都是一家人，误会了，一家人现在一家人，我道歉就好了，道歉道歉，你这种性格，道歉道歉，以后我不叫你什么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没用啊，香妹啊，就给你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，嫁错郎你会心凉凉一辈子啊！这个我不接了，你不接我，你要选好啊！怎么能这样啊？我你倒霉啊！真是的，有你们啊！你想接就接吧，你这种人不值得。现在都是三伯说了算，我说都不算。我跟你讲，不接的话，我回去怎么跟那些亲戚？我不管你那些客人交代啊！把礼金拿过去吧。这样的人还有一点素质都没有，人品不行啊！八十几岁的人，你这样子，你教我怎么把三妹的终身都付给你啊？那不是，我都只认错了。那认错，现在认错没用。我跟你讲，彩礼我都给你加十万，行不行？一百万都不行，加十万。哎呀，一百万都不行，只要现在行。是三婆说的算，不是我说的算。三婆，这求求你啊！不要求我了。你问一下他跟你找，他就跟你找吧，我也阻扰不了了。没用，我回去怎么交代？那是你的事，你就这样子对我三婆了。真的是，嫁给这种人以后，你是要苦走回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嫁给你，说不定以后还会家暴呢。是啊。管吧，不要啰嗦那么多。有钱不是万能啊，你自己想清楚啊。啊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只能加钱了，加钱他不愿意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不是，我就不愿意嫁给你了，现在。什么跟你走？我这么好的姐妹，如果以后嫁给你，不得受委屈啊？对啊，人家一个小姑娘都懂得说这种话。我都说我知道错了。错，你这种人就嘴巴说错了说多。人家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就知道错了，我一定改了。看你这种人贼头鼠眼的，就是说话嘴巴就这样子，狗改不了吃屎。管吧，回去吧。哪里这样啊？哪里不行，回去。放手，别说了。
像你这种人，我不值得嫁给你。走走走，走了。你赶紧走吧。哎呀，都怪我！哎呀，都怪我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两个都是一样。哎呀。那算了，走了走了，没办法了。我去怎么交代？要不跟我走了？我不愿意嫁给你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要啰嗦了。滚！早餐房，我们进去。哎，进去先吃饭嘛。饭宝，我把这个放好。叫你不要去，你还要去？走吧走吧。去那个猪栏村怎么找啊？哦，猪栏村啊，我知道，我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们是谁呀、啊？要力不干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花妹。花妹。嗯。有没有老公？有老公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老公叫疯子。哦、疯子，你问他老公干嘛？他有人路过怎么办？哦。有没有钱？有钱哦，大嫂大嫂，花妹，大嫂喝醉了，喝醉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花妹怎么迷迷糊糊的？我那个兄弟的老婆，同学聚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喝多了是吗？他老公叫疯子。哦，疯子熟得很嘞。哦，知道。哦，我对面家。哎，那个喝醉了，我先送他回去啊。那我也回去了，送他回去啊。嗯啊，把钱拿出来，钱。好几万了，金链，哎呦，珍珠啦，发大了，发大了，好啊，带纸巾，带纸巾下来干嘛？有没有银行卡？在家里银行卡。家里啊？家里有没有人？没有人。没有人。没有人。反正知道她老公名字了，不用怕。有。一不做二不休。嗯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跟我们讲，快点！好的，好的，站住！你老婆在车里。站住！干嘛？你们谁啊？还谁啊？对我老婆用什么东西啦？我看一下。没有。拿住来！干嘛？喂，刚刚你老婆迷迷糊糊的。哎，都管闲事是不是？黄妹，哎呦，刚刚我不是跟她很熟吗？你怎么动我动心了？听话水啊，臭婆娘，水，这爽肤水，还爽肤水，我给你是、啊、爽不爽肤啊？你们对我老婆做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停下来，啊，什么都没做，但是路上啊什么都没做啊，路上晕倒了，我们救他，你跟中暑了，说又是喝多了，又说是同学聚会，牛头不对马脚的，就是喝醉了又中暑了，现在又这样子说，嗯。牛刀不都拿脚的，你说的这些什么屁话？就是喝醉了中暑，啊、大哥，真的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真的是。那里面包怎么回事呢？啊、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人少啊？啊？你当我老婆的包怎么回事？我救他送的，我就在车上很正常啊。还在车上？那你还放副驾？他明明坐后面。我帮他保管，是啊，他晕了嘛。你还保管，还保管，把他口罩摘下来，我看一下什么人模狗样的。哎呀，不要，长得不好看，不要。长得不好看啊！啊，那我老婆你也敢？社会败类，也敢？我好说，做多少单了？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净做这种。来，我帮你拿着。还动？你还行啊？八妹，打一顿。你说我是不是你同学？他是我同学。看到没有？你敢诬陷我？这听话水药力可够猛的。这种谎话他也。败类！哎呀，大哥！哎呀，大哥！不要打我，大哥！还有你！哎呦！哎呀，大哥！怎么办呢，大哥？还怎么办？你才是大哥，大主谋。我是小弟。终于承认了吧？你怎么这样啊？弄得很顺，弄得很熟。来，走。
就摁他逃出来，摁他逃出来。你们一个个的人多欺负人少，啊，人多欺负人少啊！还计划那么多啊？就抓单了，两单，破坏了两个家庭了，这个要猛哦！不到三秒就见效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点仔。醒醒呐！还有他呢？他叫黑泥。黑泥两个。醒醒啊！叫他们打电话报警，快点打电话报警！打，你们干嘛？打电话报警！不要报警啊，大哥！还不要报警啊！我车上有个卡。你刚才的事情我已经录音了，跟你说有三百万，交给警察。有三百万，你们分了？一千万也没用，跟你说。这边旺角村村口这里。有两个人放过我们吧，贩卖妇女，放过我们，把人家身上的钱全部拿走了，用那个什么钱全部给你们化水喷人家，赶紧抓到了，被村民抓到了。我上楼一楼，楼下有小，给次机会。我不想吃牢饭，不想吃馒头。你想过？他是主谋，他强迫我做的。等下你跟警察说谁是主谋，他强迫我做的，都是我做的，放过我大哥，快点。但是我大哥做的，我做的。我承认了，你放我走吧，捉他就行了。给钱你们，大哥，把那狗链摘下来。大哥，不可能，你放过你，必须捉一个。那两个家庭谁放过他们？还想跑？按脑袋打一顿先，我一看就生气。还想跑啊？来吧，你等着牢底坐穿吧。有手有脚的，经常打螺丝不行吗？啊，不要伤天害理的事，没还想跑？放你妈的口屁呀！啊，跑，跑不了的，不敢跑，放我一马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放你让我报假警是吧？啊，不会假警的，拉开你的枪手。那你作案那两个家庭，谁放过他们呢？啊，三百万啊，我拿钱回去补偿给他们。你知道人家用了多少汗水才能拼得三百万吗？啊，我坐牢的话会好几代都干不了那种。你现在知道后悔有用吗？啊，当不了兵怎么办？你当初怎么喷人家的时候你不悔改？一时头脑发热，想钱想疯了。我看你这装的是猪屎是吧？装的猪屎啊，脑袋装的是猪屎，啊，就干了两次而已就摇了。两次，两个家庭啊！你以为单单是两次那么简单吗？啊，我把钱还给人家就好了。还给，这有后悔药吃吗？大哥，不行，这社会有后悔药吃吗？啊，知错能改就行了。等下你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大哥，在牢里面。忏悔啊！我真想打几巴掌，不是要不是违法，真的咬一次我了，以后不会了，大哥。就是你跟警察去说吧，能不能给次机会啊？你这个，我怀疑他就是主谋。看来就是啊，那么醒目，你看多难。跑啊！还想跑！蹲，终于给你打着了。跑不了！警察来了，快点！压他过去，咬命呢！帮我带一下。不要啊！咬了我一次啊，大哥！快点！哎呀，帅哥！哎，美女，你怎么了？帮帮我呀！我一年前被卖到这里，卖给一个老头，现在怀孕了。还跟老头怀孕了，被人贩子卖来了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疼，帮我！他追我了，追你了，真的丧尽天良！赶紧去那个草丛那里躲一下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真的丧尽天良！帅哥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，大肚子？那是你谁啊？她是我老婆。你老婆？你怎么拿个棍子啊？呀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她不知道发什么疯，突然间她说肚子不舒服，我想带她去医院，可能快生了。拿棍子，我是怕里面有蛇，我才拿这条棍子的。这样？对。但是她这么年轻，你这么老了，
我老六就是认脚不行了啊！行，我就问你，他在哪里？你看到他没有？黑衣服的，对，微胖微胖的，对，往这边跑了，确定往那边跑了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这么老实人啊，不会骗你的，看你也不敢骗我啊！他妈的，站住！我长得凶神怒煞的，还是赶紧跑。美女，哎呀，出来一下，那个老头被我制倒了，他往那边跑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帅哥。哎，要不、啊、你在哪里的？我送你回去先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肚子好疼，我感觉要生了。羊水都出来了。哎，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啊！去医院啊？医院离这里好远呢、啊。这怎么办？好痛呀！怎么办？我打个电话给那个村医。赶紧赶紧。喂，村医乡妹啊，这里有个女孩子要生孩子了，在我们村这个三岔小三岔口这里，你赶紧过来，真的要快生了，羊水都破了，快点快点啊！你坚持住 啊！快点 啊！你坚持住 啊！哎，你来了，啊、对呀、啊，快生了，对呀、啊，羊水都流出来了，你赶紧啊，帮他接生，去里面吧。我拿了有这个，赶快睡这个上面，我放来了，你这边等，不能进来啊！哦，行行行，快走，快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哎、小子、啊，恭喜你 啊！是个儿子。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啊，这是谁的？那是被人贩子那个老头卖给那个老头的。这么缺德，跟个老头生的。刚刚跑到那边，我救他的。他怎么样？我先扶他出来一下。哎呀，大胖小子，慢点啊！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他刚生完孩子，有点虚，你得买点那个老母鸡啊、鸡蛋啊那些给他补补。行行行，那你就先去我家休养一段时间先吧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你帮忙我抱一下，我扶他。好好好，来，先去你家吧。来，小智啊。麻烦了你那么久，我也要回娘家了。要不先别走，你看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我跟他玩熟了，我跟他都有感情了，再待一段时间先嘛。哎呀，我也知道，哎，毕竟麻烦了你那么久，你看你还是单身，我都听见那些邻居闲言碎语了，也耽误你以后讨老婆呀。哎呀，他们八卦就八卦嘛，没影响的、哎、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是吧。我真的是怕耽误你，你看你那么好一个男人，要不是你之前救了我啊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都是我应该救的，好人有好报的。哎，小智啊，哎，其实有句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，我怕说出来我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。哎呀，有话就说，不要憋在心里面，憋着多难受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你之前救了我。我也要报恩是吧？那我身上也没有钱，这都是我自愿救你的，拿什么报什么恩呢、啊、是吧？那我看你也是单身，我现在也是单身，你看我怎么样？那你是个好男人。你呀、啊、长得不错啊，很旺夫啊。我唉，我又被卖到这里来，卖给一个老头，这个孩子也是老头的，我怕你嫌弃我们。你这个意思我算是听明白了，我不会嫌弃的，要不就我们咱俩就好好过日子怎么样？你真的不嫌弃啊？啊，你看你坐月子的时候到他现在到一岁了，我对他打过吗？骂过吗？我对他疼爱有加是吧？对啊，你我也天天炖母鸡给你吃。你真是个少见的好男人，那要不我俩就在一起。那既然说开了，我们改天就去领个证。好，你这么久没回家了，行李都打包好了，要不我跟你回去吧？也行，不然我一个人。不然你带这个小孩回去，你给你父母也没办法交代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我俩现在就去车站吧。那行，我对他肯定对像亲生儿子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走，去车站坐车。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、美女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实在对不起，都是我妹
刚从广东回来没多久，没干个农活，他来这里干农活中暑晕倒了，我现在送他去医院呢。哎呀，你小心一点吧，不干路啊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哎呀没，真是倒霉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真是倒霉啊。哎呀，那么肥怎么那么重呢？还像肥猪一样。哎呀，哎，不对呀，穿的那么时尚也不像干农活的，还有脸色那么红润，白里透红，怎么像中暑不像啊？不行，我得跟上去看一下。应该就是这里了，打个电话先。哎，这个车停在这里干嘛呀？还在打电话，过去看一下。梁老板啊，啊，你要的货我搞到手了。对对对，身材你放心，樱桃小嘴谁说要1.65米的身材呢？啊，才刚刚20出头，啊，很合适你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我还是在那个老地方，茂应村那个岔路口这里等你。不过还是按照那个以前那个价钱吗？还是80万？哎呀，不能少！我干这行风险那么大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能少！你要半个小时才到啊？行 ，OK， 我等你。啊，好好好。原来是人贩子，不行，我要想办法救一下这个美女。哎，她好像睡觉了。你自己送上门了，怪不得我了。哎呀，又得一个，哈哈，我上车去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喂，老板啊，你赶紧过来啊，有尾巴。没有没有，只是一个女的，喂，我搞定了啊，一箭双雕啊，今天你赶紧过来，免得夜长梦多啊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这个你给60万就得了啊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你快点啊。好，我等你。60万，80万，发大了。老板，慢点下车啊。货呢？货呢？车里面呢，带下来。成色怎么样啊？后面这个尾巴就胖了一点，说好了60万。这么说话的，这叫锋芒。锋芒，那老板加点钱怎么样？你问老板，谈好那个价格就是那个价格。哎，那你验一下货。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抬上车。那我装车。装车，装车。啊，钱带来没有？带来了，装好啊，我弄脏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140万了吗？现金的，我只能给你40万了。这怎么才40万啊？哎呀，自己点点这40万，那个银行卡放这里了。哦，有个卡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你要黑吃黑呢你？那可能吗？正经做生意是吧？
有做有回，下次再合作，哎，那我找一个，哈哈，下次还有货，联系还有啊，你这里不安全，尽快找个地方交易。等等等，到时候我去那个内藏村那边，那个山顶上很安全的。行，可以，要几个啊？先再搞两个，两个是吧？啊，最好就像后面那一个那种货色。那种丰满那种的吗？对，为人就喜欢这种啊。那你多加点钱，80。OK， 行了，行，来，我先撤了吧，走，上去。